另外少年人0到22岁，咱拢来甲帮忙。学费，高中、高职、高中免学费，大家有赞成啊无？我最近有提一个国家希望工程，就是要结合咱社会各界力量，甲台湾打造做民主和平的台湾。过去咱为民主打拼，未来咱要为和平奋斗。咱要提高咱本身的国防力量，国用民主、自由的价值，和国际社会徛做伙。自然资源会当确保台海的和平甲稳定。第三个目标呢，就是要建立公义、英雄的台湾社会。啥物叫做公义呢？就是讲一个社会，有诶有靠才调的人，伊经济较好，但是对较袂着定的人，咱有哪爱甲帮忙啊？所以未来我会加强对台湾社会投资。0到6岁，蔡总统是国家一起养，我要推动2.0。蔡总统长照2.0，我要加强 B3.0。另外，少年人0到22岁，咱拢来甲帮忙。学费，高中、高职、高中免学费，大家有赞成啊无？读公立也好，读私立也好，家境较困难的，年收入70万块以下，咱一个甲补贴2万块，好唔好？无论读公立的、读私立的，家庭较困难，年收入70万到90万之间，政府补贴一个囡仔，一年15000块，好唔好？